他凭什么要死？我要救我的孩子！你在搞什么？我一定翻出来。他们其实是都算是孤儿，但是从小一起大。鬼他是一个很疯狂，然后很浓烈，他是冲动派，他很直接。阿鬼他把阿全当成自己的好兄弟，因为某一些情况让鬼哥不是那么的单纯，阿全觉得鬼哥在搞怪。雷俊，你留着。我根本没有选择，他让我找人处理，你呀。白兰这个角色，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角色，我们被卷到黑暗里，然后我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得跟着他的节奏走。人命都让你们这样玩啊？啊？因为你需要我，无论我是做什么，我都要得到那个权利，真真假假，不同的面具，你不知道他哪一个时候是真的。你说他背叛万二也好，或是背叛潇洒，他知道得牺牲一些什么事。你他妈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最怕的是见到静芳跟天佑，一秒都不想。还是你他妈真的以为阿鬼和静芳？就是我很不爽，我很生气的时候，我有跟他讲说，就是这么多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。我对阿全的想法，就大家已经搞成这样的，到底有完没完？对。我最近忙。忙什么？扫大堂。扫大堂。叫大哥指教。他其实就是鬼哥的一个暗桩嘛，同时年轻的时候就跟着白兰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角色。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人或者是绝对的坏人。你怀疑我？为什么？谁都在一条船上。你以为你是一个啊，但你永远是这全部里面的一个。